来代表各位士大，今仔日蒋市民伊有咱地方所有的民众，感谢台新的地方万事如意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一般不了，刚回了这么快的兵，不是有事。谢谢，接下来谢谢潘队长，那么我们请先生。都是今天非常欢迎，也当推动咱的议定，咱大家。OK OK， 好，谢谢。三分四成长。那预祝我们贵州来自的议定给带来的无数的荣幸，谢谢谢谢谢谢。Thank you.